每一天都很有意思啊，每一个月都很有意思啊，每一次见面都很有意思，每一天睁眼见到都很有意思啊，每一天跟杨超越老师拍戏都有不一样的火花，每天见到曾老师都很开心。男的眼睛大，长得好看。嘴巴小，女的身材好，可以吗？杨超越应该，就这样。那你就是忽闪忽闪大眼睛。我没有这样吗？你就是这样的。什么时候？你现在就是这样的。心态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，然后也对表演慢慢的有了一个认知和了解，然后也觉得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拍说英雄，我觉得是对于自己来说是心理方面还有体力方面都是一次新的体验，新的考验。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，貌美如花，可以，好嘞，谢谢。